好，再来看到就是明华园当家小生孙翠凤啊，这爱心不落人后，认养远在非洲马拉维的孤儿，还教他们说中文。而这些孩子也因为干妈的影响，对歌仔戏和中国功夫都感到兴趣。打起中国拳，虎虎生风。这一群来自非洲的小朋友，拳脚功夫居然是七八字。孙翠凤的明华园。翻跟斗、歌仔戏的基本功、动作都能到位。原来孙翠凤到马拉维义演，曾教导这一群孤儿唱歌仔戏。眼见小朋友出身贫苦，有的还罹患艾滋病，当场发起认养活动。看到他们两兄妹的时候，其实是奄奄一息的。那我就觉得，一个哥哥自己本身都吃不饱，他还要照顾他的妹妹，所以那时候师父就说：“这个好你啦，这个好你啦。”我说：“好好好，师父，这个好我，这个好我。”谈起儿子阿翁的身世，孙翠凤差点哭了。都是来自非洲的阿翁，中文说的呱呱叫，很开心。你是一年还两年没有看到妈咪了？一年，一年哈、哦。去年他们有回来。唱起台语歌还是中文歌，非洲小朋友可都练得有模有样。明华园孙翠凤的爱心远播到马拉威，非洲干儿子们的表现让台湾干妈也与有荣焉。中天新闻综合报道。